国军online登入一个多月，新兵战士不等起床号，身体和大脑早已自然醒。日复一日，练战技、操体能，捷讯波交也进入倒数。 传说中的签筒就在眼前，和专程遴选十只交臂的两八梯弟兄排排坐等抽签决定命运。紧握护身符，双手合十祈祷，不求离家近，至少别去外里岛。突然，救世主出现了。我一连动两两，自愿选填金防部；我一连动六三，自愿选填马防部。 是，那你知道东影在哪里？我知道，就是在外岛，我不会当兵，向往那个自由，希望赶快当完这段退伍。役男避之唯恐不及的金马奖，竟然变得抢手。其实一年制义务役暂别7年后，很多事都变了。新制的义务役其中一大调整就是俗称的大抽，个别号码代表的不再是单位，而是顺序。号码越前面的，表示你的选择越多，越后面的只能听天由命。 而以北部的新训单位来说，绝大多数的单位呢都是北部的守备率，而这个调整呢也反映了现在的防卫构想。全民国防现行体系区分4大项，现役陆军一年兵将大量纳入复编的步兵旅，支援主战部队、守备防卫区和重要设施与协助民防。而大兵们光荣退伍后，就是户籍地动员重要人力。 接续接力，大家都很努力，都很认真。在部队的时候，你能为自己感到骄傲，感到喝彩。旅上另一头，两两两拐梯的学长们接训后赶忙打包，因为常备部队的接兵专车风雨无阻。加油！拜拜。帮我拍帅一点。 他们服的是1年期的常备兵，那未来会拨交到部队，那与我们的志愿役部队一起共同实施作战，所以在装备上面，我们会依照他们所分发的部队性质来去做战斗各装的拨补。谁说19岁不升学，人生没得选？不过选择前线签下去4年。 在这年头是何等勇气！我算是有比较关注国际情势，就是大概知道台湾正在要做一些备战之类的这种准备。签特战也就是因为我想要学更多有关这方面的技能。但不是每一位94年次以后出生的少年郎都这么豁达。4个月为什么要改1年？你自己知道吗？不知道。 没有在关注。现行的4个月军事训练役制度已经无法因应迅速而且瞬息万变的战备局势，从2024年起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Damn，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1年呢，太长了哦。哦，4个月变1年了。我刚好又是94年1月1号出生的，怎么会是？差1天而已。对，我只差1天。 我差2公斤替代役，我2天不吃饭我就替代役了。向父母辞行，细雨中等车到新训中心，思绪连着头发全都被清空。役男们和亲友心中或许不解：一年兵既然要复征，当年何必退场？一席说短是一种政治决定，是总统决定的，那国军只有服从。马英九在2016年要。 要下台的时候，这件事其实算是拍板定案。蔡英文这个要在竞选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要改回到这个义务役兵制。我相信有点脑袋的政治人物都不会这样做。我国征兵制最初配合军种任务需求，役期最长3年，1990年7月开始，一致改为2年。 到前总统陈水扁卸任之前，役期总长再少一半。期间内更开征替代役消化兵员。随着4个月军事训练役在2013年底上路，救治义务役的役男，在5年后全数解甲。高层原本寄望全志愿役的主战兵力能让部队更趋专业。志愿役本来就不能够打，他叫做战场支援部队。
战场勤务部队。这个四月设计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当兵的基础能量，比如说你能够用枪，你能够警戒，你能够执行最简单的勤务。台湾的桥梁、油库、电台、弹药库、重要的军事的据点的外围，还有勤务部队都可以用这些嘛。问题为什么现在募兵是失败呢？立法院预算中心2023年十月披露，现役官士兵总人数只剩15.2万，动辄得救的议政改革，如今只能硬着头皮重新面对。我们发现募兵的成效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好。美国方面就看到，如果我们的兵员太少，部队的战力不足，可能是不是会诱使中共对台发动什么这个武装的？这个冒进的这个行为，民意底线、政党政治岂敢轻碰？然而，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增加防卫纵深成了有力说帖。由义务役士兵组成的守备步兵旅，他们主要就是依托既有的阵地跟据点，尽可能的去限制、去拘束共军的活动，那就可以替我们担任机动打击任务的这些志愿役士兵所组成的这个常备部队，就创造这个打击的机会。这样的话，才让国军地面防卫作战构想当中的狙打合一有实施的条件。梯数延续跳动，海空军陆战队也顺应施行。到了2040年，征兵模式注定独行，因为军事训练役将随着93年次的役男尽数除役而走入历史。但兵力调整影响社会各个层面，大至预算法规，小至个人前程。跨部会配套措施，像是大学就学服役3+1，或役期进入劳保年资等等方案，因为新的役政应运而生。一天操课的尾声，同样期盼尽快回归社会的大兵们，一笔笔写下军旅所见。今天写那个国家安全需要你和我。第一天晚上进来的时候会睡得很不习惯，可是一个礼拜之后其实还好，就是跟林兵都大概有认识之后，慢慢了解他们个性，因为欠国家，用国家的水，用国家的土地，就是后面想想也觉得很正常。字里行间是人生经历，也是政策严格忠实注记。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